已經寫入了在聯合國那裡，啊，這個經濟的發展將我們的財富持續的亂局和暴力衝突已經嚴重損害了香港的法治，破壞了香港營商的環境，侵蝕了國際社會對香港的信心，甚至影響到內地與香港的關係。對於這些全心擾亂香港、撕裂香港、夢想以暴力摧毀香港的害群之馬，我們絕對不可能妥協的。